我别说话，这是我的房间，麻烦你搞清楚啊！麻烦你也搞清楚，整个侯府都是我的。看来好的差不多了嘛，都能坐起来了。你要是觉得好多了，要不就回去吧。毕竟刚才魏姨娘来，你也听见了。这你要是再住下去，府里上上下下恐怕都得知道了。刚才被这么一闹。 府里不知道多少双眼睛盯着这儿呢，暂时不能回去。什么？侯爷，你要来？您的饭放那儿吧。夫人，干什么？放那儿。桌子呢？送人了。 其他东西呢？也送人了。聂桑榆啊，够可以啊！侯爷吃不了思过阁的苦呀，那走好了。谁说一定要吃苦？ 是啊，哎，大夫人，这是重新收重了。是啊，真好。好你个宁玉轩，把我的房间布置成这样。宁玉轩，你为什么要把我的房间布置成这样？ 我不喜欢这个风格，我表示强烈抗议。抗议无效，我不是来思过的，干嘛不住的舒服一点？哼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想在这儿常住是吧？啊，你这叫鸠占鹊巢，你知道吗？我劝你别再说话了，不然一会儿被赶出去。哼，我别说话，这是我的房间，麻烦你搞清楚啊。麻烦你也搞清楚，整个侯府都是我的。 怎么啊？没一刀把你给捅死呢！我在府里拉仇恨就算了，你怎么也三番五次的被人行刺啊？光我知道就不下三次了吧？难不成也不是一个好官啊？滚开！把这个女人给我赶出去！去吧！我不说了。 我吃肉。